么香？我很欣慰。给你做了鸡蛋酱汤，天然之桑，还有我给你们做了豆腐炒面条，再补充点氨基酸。虽然很难吃，但是我很欣慰。先喝点汤吧。哎，咱们就让妈妈接个电话。OK。请不要挂，请拿过来，请快点。谢谢啊。来，老师弄好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太舍得了、啊、好，我会注意。这位老师，你们让我很欣慰。错，你们让我很崩溃。你留下来，你消失。好吧，国情不同，苦情不能。